欢迎收看东桥食堂，我是韦恩。这个节目呢，就是防疫期间在家试做一些日本料理来给大家看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试做的料理是亲子豆。
耶、yeah, ，终于可以进入我们试吃的时间了。啊，这次真是小看了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事前还要做高汤的关系，所以我前前后后，然后加上露营，这次又换了场地，所以不是很熟悉，所以我整个搞了超久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开始试吃吧，开动啦！嗯，哦，哦，好吃的，嗯嗯嗯，这次的亲子丼我觉得算是蛮成功的。那个鸡腿我有照食谱下去，先把表皮煎到很酥脆金黄嘛，所以刚吃下去的话，那皮是很脆，而且有那个鸡油煎过的香味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蛋用了两颗，所以量还蛮够，然后又有那个蛋香。最后呢，就是。这次因为刚刚耗了很多功夫煮了那个高汤嘛，然后高汤加上酱油，再加上味淋，整个那个组合起来啊，真的是非常有日式风味，然后那种亲子丼的感觉，再搭配上一碗满满的白饭，哦，这一次真的是一破前两集的那个，应该说上一集的魔咒啦，上一集的那个米汉堡做的真的太失败，这一集的这个亲子丼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一次的评分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给它打到75。嗯，除了我觉得肉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老吧，然后再来就是酱汁的话，因为为了拍摄的关系，我觉得我煮的稍微有一点点久了。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一碗是可以拿去卖给大学生吧，大学生周边的话应该会是很热卖的一碗亲子丼饭。好，那除了高汤以外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做法。也算是蛮简单的了，而且材料也蛮少的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做看哦。那我们下一节东小食堂见喽，拜拜。